Hello， 女友二月号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情人节对范范的意义就是一年的某一天、某一个日子，很平常。我丈夫可以放我假一天，然后让我可以不用做任何事情，放空，然后也不用带小孩，那就是很棒的 gift。可能就看球赛吧，因为他喜欢打球，然后我喜欢看球，到现在都还延续对那个篮球的有一个共同的那个话题吧，热爱。我希望他们可以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长大，然后快快乐乐的，没有烦恼的，然后很善良，然后懂得爱别人，这样就够了。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, but I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.